教室不一样。对家长发现了吗？让大家来，场内开始九匹马老鼠，很漂亮。让大家，你看这些，你马老鼠糖，糖哦，就是那个冰糖，从这里穿过去，这样讲，对对对，他就在这里吃，在这里生，然后上面营养送不上去了，就必须洗个下来。所以你若看一只套鸡飞倒落，这种就是虫害。啊，若是干那短头的，下骹还阁青的，这有活着，那表示真的是病害。大概比较容易分辨的就是这样。刚刚你拄仔讲套鸡，啊，迄个鸡生叫林龙。我为了讲套鸡。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为了讲套鸡。话若要讲套鸡，目屎都飞袂离。是这样。是套鸡，是套鸡。套的是飞的，我是讲。